多么美好的见证呀！他话语的光启迪我们的心灵，真理赋予权柄，必定大有信心。境由心造，信心定义时空。不要顺着环境说负面的话，而是学会对着环境说信心的话。权柄透过信心话语彰显，当你相信实践，如此训练才精彩纷呈。环境可以因为信心而改变，